正新聞啦，即係華為嘅孟晚舟咧就獲悉啦，咁啊由加拿大咧咁啊翻到去內地啦。咁其實都有投資者問咧，就係話啊，有冇華為概念股咧今日有機會爆升或者受惠咧咁樣嘅？咁香港啊，得一隻華為概念股嘅啫嚇，咁就係呢個中國軟件354啦。咁啊，其實喺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，股份稍為叫企到。嗱，老實啊，當然你從新聞嘅角度去睇，就剛剛先知道哦，佢原來咧就喺週末咧就翻翻去啊。咁啊，但情況係在於咧，其實上個禮拜咧啊，睇下分析，睇下其他嚇啲評論啦，其實都唔係話完全意外。咁當然成件事嚟講，講下對於華為跟住落嚟嚇，係咪會冇咁受到美國嚇嘅一啲針對啊杯葛掣肘？咁從而因為始終中國軟件咧，佢 over 一半啊嘅收入咧，都係嚟自華為相關一個叫做，尤其是之前炒鴻蒙啊嗰個操作系統啦。咁我覺得就唯一嘅概念股就喺呢度啦。咁但係咧。當然啦，都要睇下有冇配合成交啊，炒上各樣嘢嘅。咁如果圖表上面嘅操作嘅話咧，似乎最近13蚊就做支持嚇，亦都成為大家如果買入嘅話，13蚊做止蝕啦。咁啊，中間一個好似 W 型嘅頸線，14.5要衝穿先值得買。咁仲要配合成交，咁上方睇翻16蚊。